该有的这个利率哈，这个乘以12，因为我们这个偿还每个月偿还乘以12的话就是年嘛哈，年之后的话再乘以几年，那也就是说我总共缴了这么多钱，减掉多少呢？减掉 W 就是呢我借多少钱，那会得到什么呢？得到利息偿还金额，就是说我总共我付出多少金额？那各位可以来试试看，执行起来给各位看一下。比如说我今天哈，但现在台北市的房子哈，真的是贵到不行。你随便看附近那个房子哇，都是几千万哎。我那边刚刚瞄一下，哦，随便捡一个什么没有什么，看那个上那个什么青田街那，好像60几平，我看到那7000多万哦，简直是快天价了。所以哦，你说年轻人要买房子哦，你说1000万能买什么房子？哦，买一个可能。小套房吧，哦，应该在大安区那买小套房，哦，好，那比如说你今天买个小套房，那现在年利率的话大概是多少 ？OK， 2%也差不多了哈，哦，因为我印象中我贷的金大概我是可以贷到低于这个2%了哈，好，然后年限的话哈，哦，如果是20的话 ，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一个月假设1000万哦，1000万只能买小套房哦。然后计算一下，每个月呢，哈，你要偿还5万块，哇塞，这个对大家来说的话，哦，不得了了，这个也不是一般。那不过呢，政府哦很聪明，他替大家着想，他借款金额哦可以让你延长到30年，30年，然后开始计算，哦，36000多块，哦，所以年轻人怎么买得起房子哦？更不要说生小孩了，自己住都很辛苦了，哦。OK， 所以你看这边底下还会显示出你偿还的那个利息。那当然相对的，你年限越长，你要多缴的利息也就越高。OK，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呢，我们可以计算出大概了哈，哦。这个也是一个小程式啊，不过呢也是蛮实用的。啊，当然这个地方 VBA 很简单的地方就是不需要安装，马上可以显示。那当然。